从两边开始着手，然后呢找到一个什么方式，然后呢技术再开发。对，黑洞进货也在这。哦，这个哦，哎，这可能要跨国合作才有，才有办法跟进。像欧洲哈，他们对这种那个食品的管理方法非常非常清澈哎，因为他们所谓的后代，对他才是重点，不是你这一代。啊，所以说，你这代哈，你不得跨单，你要跨单过来。你注意看，外国人讲什么就是什么，后代怎么样？为什么后代才是你的根本，不是你，你已经差不多被挂了啦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那好像你觉得还很久。后代，因为他还没有来，所以一定要先讲这个。不能进屋看我的光后代，我来讲三当后代。三当的不？三当三当。黄金十年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今年就不晓得怎么办了，还讲十年。今年都搞不好哦，是不是？不规划的问题，这个各位不要打算。好，各位的五倍，三秒看到我们刚加那就进场那鬼，没有规划的。而且只有买卖哦。禽流感那个感染到何根亚，他们根本不会死啊，这有感染根本不知道啊。对啊，禽流感感染到何根亚，他们根本不会死啊。对啦，对啦，阿兵啊，那只有鸡才会发病，是真的。鹅啊，你要注意啊，官都是脑袋装大便的。鸡感染了，不一定是要死。对啊，一定有没有死，一定有没死的，对。啊，他要搞的就是第一个，他的浓度量。他没死，那为什么不会死？那只是要留着。好，还有就是说细菌的什么不同种，比如说他感染之后呢，他有没有其他的细菌感染？你要注意哦。细菌如果单一种感染，它没有死，那就是什么？它比较单纯。有一种叫做什么？细菌加细菌，合并感染的，叫合并发作。这个如果是会死的很多的时候，那你要去防范的，错开。好，错开。比如说我讲的这个围起来之后呢，你把它分组。你就会查出哦，原来这个是要合并感染，就是说这个病毒单一的发生会，但是呢不至于这么的毒，但是这个呢加这个呢，哦就不得了。所以你要懂，对，你要怎么样让它避免那再合并，结果没有人知道，政府也不知道啊，对啊，专家也不知道啊。哎，禽流感嘛，十几冬啊吼。这大部分就是我啦，不要顾了，没有啦，不要顾那么多。没有，禽流感其实就是一种感冒的病，感冒病毒。啊，你们把它讲得很严重。他们其实死亡率最高是新城低温啊，那种死亡率就很高。对啊，就跟那个给谁那种死亡率很高，那禽流感其实没那么高。对啊，你应该不听过嘛？就给这意思哈，那个新城低温，对，它是。一下子全部死了，跟鬼普通的啊，反而你看现在的流行性的一些。